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NBA 常规赛1月7日继续进行，最终太阳以123-115战胜猛龙。首节开始，双方上来手感一般，比分也焦灼。半节双方打成13-13平手，范弗利特突然发威，连拿四分率队打出7-0拉开分差。各中三分后，萨里奇和约翰逊接连强杀内线得手破镜，首节战罢，猛龙以25-22领先三分。次节上来，太阳外界突然发威，卡特、约翰逊连中三分一般，8-0反超比分。布吉尔加一，洛瑞连拿四分，猛龙迅速回敬7-0重夺领先。随后双方在打铁中断断续续取分，克劳德连中三分，但是猛龙这边也屡屡有所回应。布克最后的跳投命中，将半场比分定格在了58-54，太阳领先四分。一边再战，西亚卡姆和阿努诺比和拿六分反超，克劳德和布克迅速合中四记三分回敬12-0重夺领先。西亚卡姆和阿努诺比不甘示弱，再度合力打出8-0追到两分。随后双方都连续罚球，萨里奇三分一度拉开分差，但是范弗立刻抛投不接三分，再度追进。最后卡特和布克的接连三分让太阳以96-87领先九分结束三节。末节开打，洛瑞率先命中三分后，佩恩三分，萨里奇连拿六分，太阳9-0拉开分差。随后猛龙接连造杀伤，上线罚球，鲍威尔三分，阿努诺比接连暴扣追到六分。随后双方各自得分，来到最后一分钟各拿两分后，保罗稳稳罚中二球锁定胜局。猛龙这边，西亚卡姆32分9板，范弗利特13分7助，阿努诺比20分8板，洛瑞24分9板5助，鲍威尔13分。太阳方面，布克24分6助，克劳德21分，艾顿11分16板，保罗12分8助，约翰逊16分，萨里奇15分，布里奇斯13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